那种，真的哇，好神奇啊，好帅啊，好美啊，都是那种，就镜头切到的都是那种高级，真的好多那种。可惜怎么就没切到我呢？哼，我在想那些都是怎么被切到的，好羡慕，好生羡慕。我停止不了。我因为很好玩呢、啊，好羡慕啊！我买的是 VIP。好吧，你们都会啊。不，我觉得脸上肉多的人就做不了，因为肉太多做不起来。你走吧，赶紧脱坑去推我的推，我的推是张张的。这个人数太真实了吧？别说了，我看他每一部让人生气。我觉得他就是不要截屏，不要把那种看一部他要给我截这种摆拍出来的屏，就觉得他就是应该出现在那种电视剧里面舞台上，画面卡卡的，警员会后悔自己细细的啊，真的吗？就是那种可遇不可求的那种感觉，我觉得他是属于。现在还有人在夸我跳高哎。大家的反射弧有那么长，那刚看明明看了起码十多分钟，不是，是真的呀。每天晚上我都在门口看着让人来人往的星空。现在不拍偶像剧了，好吧，他过去拍过了吗？就够了，那些都是经典之经典，找不到入口在哪？对，他跟我一样，他摩羯，他跟我好多东西都很相似。我跟他不是，他跟我。我的首页还是跳高视频，屋顶唱的好啊，那屋顶那首歌挺难的，一千多人都是一遍说，超少的。怎么就没有让我去拍个偶像剧什么？我年纪刚合适啊，20刚出头就应该去拍一个偶像剧，不然花都谢了。我也想拍偶像剧。不，我不想拍偶像剧。如果我当演员的话，我想去拍文艺片，就是那种真正的电影那种，像无名之辈那样子的。偶像剧不行，为什么不行？哈哈，你就说为什么偶像剧不行呢？我想，对，我很喜欢那样子。我要演校园文艺片。我要演回家的诱惑。我要在王珞丹那种演员吗？我想想啊，不行啊，我是演谍战，我像大小姐。可云，怎么又可云了？我跟你说，演可云也是要超有演技的，就是那种，就一开始丑的演技演不好就真的很，然后逆风翻盘，你知道吗？到最后美的要命的那种，我想演那种，你知道吗？周伯通是谁啊？普萌的，他是经历那些什么之后，你就变得哇，整个人就不一样了。我就想要那种演银香啊，你才叫本色。你说我丑，以前挺多，你怎么没有？可能我对文艺片有误解吧。下一个楚雨荨就是我，是吗？是，就是那种很深层次的电影。楚雨荨都行。周伯通是老顽童，你才老呢。你可以演个三两银子买来的，不要。《山楂树之恋》那种也不错。妈呀，太丑。但是我的外表不适合扎两个辫子啊，我喜欢那个哎，上次看那个电影叫什么来着？没关系，那个电影叫什么？舒克与贝塔啊，不是，就是那个周冬雨和
和马思纯演的那个电影，只要是偶像剧我都喜欢，我觉得很喜欢。那个电影叫什么？好哦，七月与安生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哦，我看的那个好看，我喜欢那样子的，对比比较有高那样子的电影。七月与安生，对对对。从第一版公式照到现在，好像真我不喜欢那种无聊的偶像剧，我一点深度都没有的。我喜欢这样子那种电影。我刚刚是说舒克与贝塔，等一下，舒克与贝塔是什么？有人说你分不清楚，张帅很安以轩，怎么好认？我一直在看。七月与安生，舒克与贝塔。啊，二十一之吻也不错，有点那个袁湘琴吧。我看每一部剧的时候，不，和丽嘎不适合演那个七月与安生，他只适合演偶像剧，他就适合演公主小妹，还有什么恶作剧之吻那样子的。怦然心动没有看过哎，我是 F 班的演。我是 F 班的唐湘琴，你喜欢周冬雨演的还是马思纯？这两个其实我都不是很喜欢，说实话，对人物来讲的话，左左你和丹妮关系怎么样？很好啊。唐湘琴、李植树，好搭哦。袁湘琴、唐湘琴，唐湘琴也很好听啊。左耳，左耳也可以。嗯，我要是演偶像剧，我要演那种把女主虐得很从上到下虐一遍的那种女二号，那种很坏的。我要去遇见我的李植树那种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我要遇到李植树。李植树。李植树就是那个植树，我也不知道他姓什么，我就知道人家叫江植树好吗？江植树啊，李植树是谁啊？请问不是，我知道他不是李爷，但是我不知道他姓什么，忘了。李植树，你理直气壮啊，你李植树，真的哎，人家江植树突然改名李植树，为什么？为啥坏女人？我觉得坏女人很有魅力、啊。使命代码是什么？我帮你念一下：56098374。因为坏女人很有魅力、啊。这是我念过很多次的一个神秘代码吗？56098374。嗯，对吧？抗战片，抗战片我也愿意。我想演那种女间谍什么的。你信你？不过都是唐人家欺负我，没有欺负唐人家。我不敢，我不会欺负他，我还没有找到机会欺负他。你不听就算了。李子加刘胜男叫荔枝树。荔枝树行吧。我没有看过不夜城哎。我真的很讨厌那种傻白甜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那种偶像剧里面那种女主啊，就贼那个的，我真的看的都看不下去。我就喜欢那种，聪明的坏女人，我就当那种坐办公室的，我要当总裁，我要当那个偶像剧里面那个不是女主角，隐形守护者是什么？也行，我要当那个非常霸气的那种，人家给我端茶倒水的那种。嗯，对，我要当那种。我真的信你，你真的信你好，我知道你真的信你行了，我知道了。不夜城啊，好，我等一下去看看。我有看《新白娘子传奇》，但是因为某些原因我没有看完。对，因为有一个点确实让我看不下去，就没有看。是啊。你演傻傻分不清的那种清洁工，清洁工是什么？我为什么要演傻傻看不清楚的？分不清楚的清洁工，我笑的时候可能就有点可爱，我不笑没有哎，就是另外的听。当丫鬟，行啊，我也想当。
要是现在有人有电视电视剧让我去演丫鬟，我也立马跑去演，好想，真的很想演起来。你的身高适合啥来着？等一下，我去看看你们说的这个吧。我的身高只适合跟1.8米的人，跟1.7、1.8米的人演电视剧是吧？那你这个范围太广泛了吧？那有1.6米和1.9米的男主吗？那也太少了。现在《新白娘子》已经月亮，我都没有看了，我就看他们甜的，就后面就没有看了。你的身高差吗？你是说就是那种人设清洁工，然后遇到高富帅秒变有钱女，这种剧情太白痴了，真的。哇，一开始是傻白甜，后来是变成经历一些挫折之后变成腹黑女。哇，这个剧本这个转折。说起傅夜春，想起以前哦，我知道 After School 的。非常不好的印象留给了观众，然后观众深深的记得了我。太惨了啊！我要换个姿势，这样子好累。那就是品如啊，那是品如、啊、为所有爱执着的痛，为所有爱执着的伤，一浓的爱与恨，是否就这样？你的腰多细？我不知道哎，多细啊！你才是品如，就这么细啊！把我的发型给搞乱了。为所有梦想。是艾丽，我不是艾丽，你才是艾丽，我打你哦！艾丽是谁啊？他们是这样说的，我演品如，左左演艾丽，菲菲演男主。艾丽是谁啊？啊，艾丽是谁啊？艾丽是好的他，好的坏的，就是跟男主那个的，哪个的？就是跟男主有毒的。然后品如是男主的正房。你是艾丽，贱女人，打死你！把我老公还给我，他是我的老公，他是我的老公，他是我的老公。我们已经演了起来。哎呀妈呀！入戏太深，对不起。戏太多了，戏太多了。主要谁让男主是刘亦菲呢？什么叫谁让男主是刘亦菲啊？你觉得我们两个要去抢他吗？没有啊，就戏里面就是干演戏、啊。被我呛到了，做哇！粉丝说让我们两个在一起，品如怎么可能跟艾丽在一起？为什么品如就是跟艾丽在一起？谁说品如不能跟艾丽在一起？不是，你那个角色里面也不可以是这样子啊！这什么鬼啊？谁说艾丽跟品如不可以在一起？在一起？口水都流。左爱丽，左爱丽不服。左爱丽，唐品如，当年唐品如，人家剧情也不是这么演的，就是这么演的。我要改剧本，鼻涕都出来了，妈呀！这次不用复仇了，哎呦！我们机长没有，我们没有在打，我们刚才机长。你知道吗？艾丽说不定接近那个男主，就是为了品如。那这个导演可真的是脑洞非常大，是吧？老板哇，刚突然卡了一下，不要笑，这样就不用讲对吧，什么都有可能发生的。算了鼻涕都喷出来了。因为我这几天上海鼻子不是很舒服，而且一直流血，我没有跟娜娜讲吧。然后鼻子我就是编剧兼女二，所以没有什么鼻涕，刚刚鼻涕都喷出来了。
球上说的很有道理。什么送一些资料的刺激？哪有送什么资料的刺激？什么资料啊？我没有看过啊，不知道。不懂你们年轻人，你也是年轻人啊。殉情，结局是他们俩殉情。我又多了一个新名字唐品如。我怎么觉得有这个名字这么熟悉呢？你滚。是不是有一个角色叫什么唐什么如的？没有吧。有唐宛如。唐宛如是谁？你看过小时代吗？哦，我知道。对，唐宛如。我喜欢吃冰淇淋啊，我每次去嘉兴路我就想必买。嘉兴路，我去嘉兴路我就会必买两样东西，一样是雪糕，哦，三样东西，一样是甜筒。第二唐宛如，唐宛如，我说的是加风吹椅，然后一直找不到。对，唐宛如不认识，哦，认识。一直都没有找到加风吹，反正我就吃了两样。什么？你们看过《小时代》吗？你们对爱什么唐宛如？我说的是唐宛如，It's OK。哦，我下次再也不买黑色甜筒了。我就看了那个外观。我想想，如果说《小时代》里面我最喜欢的女主，应该是我看小说的时候，我最喜欢顾里。爱丽是真的爱丽。但是我看电影，我喜欢南萧。我怎么没看过这个版本？南萧，对，是叫南萧吧？就是郭采洁演那个。是真的？哎，真的有这个版本啊？今天什么版本？他们说爱丽很喜欢听。真的？不知道。他们说是真的，我说不可能，哪有这个版本？是真的，他说是真的，你没有看全。哦，是真的，看到有个剧情是这样的。好吧，有可能。南湘，对，南湘。哈、哦，过分啊、哦！骗我啊！看你在笑什么？他们骗我。没有这个版本，现在从现在开始就有这个版本。看这个，哼，哦，嗯，过分，肯定是骗我。嗯，好吧，你说话我相信你，你要是骗我的话，你就完蛋了。我要站起来，好累啊，这样子直播。我真的看过《小时代》啊，当然是真的假的，我超相信你们的。嗯，那我这种看起来怪怪。好，我先读个粉丝。你看，这自带黑眼圈。佳佳说 ，B 站有剪辑的，真的哈。然后我再念一个哈。嗯、啊，把黑眼圈遮住。谁有的？我再念一个。嗯。把黑眼圈给丢掉，烦死了。哦，那个小鲁说假的，我该在相信谁呢？你等一下去搜一下不就知道了。我也就看过那个版本，哦，没有看过别的版本，有滤镜什么都看不好。信你嘞！我给你念出来，骗我的人，你都给我杀头！哇，你好可怕呀、啊！杀头！好的，我知道了，是假的，我不骗了。等一下，我帮你去搜一下，看有没有。我没有黑眼圈，是这个，真的是这个直播自带的。我发誓。哦，网友剪辑的。嗯，下次才快3000人，三人，我真的是哦，这个人数真的太真实了，无语了。说真说假会被念 ID， 哦，同学，哇，我看你们字真的密密麻麻。你太糊了，对，太怂了，太怂了。你这个 ID 就证明你很 ，you know。然后下头。我才单纯呢，好不好？真的，这弹幕看了太久了，眼睛会痛。对啊。嗯。那已经很不错，很不，嗯 ，no， 我们要求高一点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那种各个颜色，不能这样子比，谢谢，谢谢，
我跟你说，这不是单纯，因为你知道的，因为一般我都是，因为一般就是我都是看自己的粉丝，然后对应上我说哪些人横屏观看效果更佳，哇，然后大家知道吗？知道的。然后所以 我房间没显示直播，我不知道哎，我还点了那个一直播呢，因为上次粉丝跟我说要点那个一直播。越是这样子的人，越骗我。明天会在上海溜达溜达吗？谢谢。不知道哎，可能会出去吃饭吧，我也不知道。本来说想去迪士尼的，但是今天菲菲去了之后，发现很多那种项目游乐项目都关掉了，然后就。不是你们说的真的贼真，你知道吗？真的不行，真的是没有人会说。对啊，这个弹幕在这里截图都很难啊。唐老鸭有什么好看的了？我想去，要是真的去迪士尼，想去玩那些项目，就是。只能在迪士尼玩到的。好，你们没骗我，是有剪辑的。对呀，我都说，因为我刚刚说了是假的，我说人家导演不可能出这种版本，搞笑。哒哒哒哒哒哒哒。哎，想知道19号天气怎么样？我在想我要穿什么回广州。要是我穿的很厚的话，我怕回广州会被热死。而且这几天。这两天上海都蛮热的。你有港台唱的我有吗？我没有。谢谢。热。好纠结，跟今天差不多。怎么有人说下暴雨？我说很热的，那到底是下暴雨？哦，是既下暴雨又很热，对吧？去哪里玩？上海，说真的也不知道去哪里逛了。之前这一天，那我想想吧。本来带了有厚衣服、外套来的，就带了一件本来想回去穿的，但太热了，我就不想穿厚的了。迪士尼是欢乐谷吗？那我穿短袖回去的话。在上海机场会不会很冷、啊？还在躺平那哦呸，林平如还在林平如那个环节，洪世贤都出来什么躺平，还有自己入戏太深，太可怕了。我现在都觉得人家平如姓唐都不姓林了。唐平如，别说话。唐平如，哭昏，快叫我左爱丽。哦，不是同一个地方。低音炮为啥可以这么嗲？低音炮不嗲呀，低音炮很正常的。我们对下午走。啊，是两个地方哈。哦，这里也看不到自己直播多久了，很烦。我直播到11:30就关了，还有8分钟。欢乐谷。今天那个遮的很严实的小偶像是你吗？不是我。不是我是谁呢？我太怕，你知道我第一次去那个欢乐谷，我都是哭着出来的，就是因为过山车，你不去玩那个又很浪费钱，我觉得没有意思。像我就旋转木马从，那我就坐10轮旋转木马的。因为那个时候不说神秘嘉宾吗？就遮的跟那种什么。什么暴力分子一样、哦，结果一点都不神秘。有人推荐那个什么极限，你再帮我记一下，那个极限蹦床。嫌疑人琢磨。我一直想去玩那个。好过分啊！极限蹦的。恐怖分子、那个、对，像个恐怖分子。哎，那个在哪里？然后他以为自己搞得很神秘，其实大家都知道你是。但是又不可能正大光明的走进了，那样更那个。蹦床娱乐中心。我看到路啊，我是靠嗅觉、直觉、触觉走路的，我都没有靠眼睛，好吗？敢问路在何方？路在脚下。是不是那个
就是比如说他身上拴一个绳子，然后你在那个、什么摇什么什么摇、那个、蹦床嘛，那个蹦床很大很大是不是，然后你在中间蹦你要弹，他就会怕你摔了起来、然后你，所以我觉得是想做任何动作翻滚啊，就是像个盲人一样走进去，对对，是这样的。对呀、啊、你知道吗，丽嘎一直跟我讲你不要说，你谁都不要说，给大一个惊喜，结果我们明天是大还是知道，待会儿再跟他说吧。对，说什么，就是玩一个蹦床，哪里去玩，没有绳子，怎么可能，那危险是蹦极吗，是不是蹦极，蹦床一个蹦、你那我们在酒店也可以蹦来蹦起来哎，真的你踩这个真的很容易蹦到，这叫极限蹦床娱乐东西，我不知道你们说的是不是，不是你知道吗，就是猜得到，就是你看你人在上海干什么，你又不跟着大家回去，你要留到十九号再回去，难道你一个人在上海还有外务吗，这怎么可能嘛，你怎么可能会有自己的外务嘛，你想都知道肯定是蹭一下对啊，然后就是非常显而易见了，左右一米七吗，没有古灵精怪，我不知道哎，什么古灵精怪，我没有去了解那个，好想去蹦床，我特别喜欢。就除了不改的过山车以外，我的过山车就是到达了我人生的巅峰，就是那种，对啊，就是很真实巅峰，你知道吗？说不出来。回去看看吧，来那个东西，因为那天截图，我有在那里跟周总讲，然后提醒了一下他，然后他说回去再说。你们不是经常去上海吗？我没有经常去上海哦，我上一次去上海是什么时候我都忘了，是他们经常去上海，我没有经常去，我是剧场常年剧场提携后辈，第一期嘉宾其实找又想好又想好的人考虑过迪士尼，我没有去过，我没有去过迪士尼，一次都没有，跳高了解一下，那可跳不过我们隔壁的那位小伙伴，他可厉害。星梦演播厅啊，那、这么久了吗？我上次来上海是星梦演播厅吗？这也太惨了吧，这也太久了。对，我到晚上搜一搜。哦，那你不是去年的事情了吗？天哪，隔壁不会吧？隔壁那哪旗子飞呀、隔壁那是跨越，就是香港呢也没有去过。那个感觉，你知道吗？他说我总选那个感觉，总选。啊，总选，对，是总选，我差点忘了总选，争取多出国，希望今年也可以出国玩吧。你上次来上海是慢着，你又知道我是什么？真的吗？我怎么不记得？跳过高，我只不敢。我去过香港，但是我没有去过香港的迪士尼。每个人都是不知道自己会干。刚他们说问我有没有去香港的迪士尼，就是在自己完全不了解自己。看看嘛，明天如果想待在酒店的话，就待在酒店；想出去玩就出去玩。不一样的东西。这个隔壁的跳高，这我其实我觉得我觉得很多新的粉丝对我的印象就是跳高选手。香港没啥好玩的，对，香港确实没有什么好玩的，就是可以买东西，可以买很多就是内地没有的牌子。那个走位，你就是上海的还没去，上海的哦，可以来啊，反正也不远，菜馆。对啊，明天哦，对哦，明天要去跟他们吃饭。对哦，丽嘎，明天我们有约饭嘞。我知道啊。谁跟你说的？昨天就说的呀。没有，今天袁一奇来跟我讲的。哦，袁一奇啊，我也不是那个吗？是袁一奇啊，不是跟那个菲菲他们吗？就是袁一奇，还有张欣前辈，还有菲菲。哦哦，我们还袁一奇啊？哦，不对，我们五个人。哦哦，我不知道还有袁一奇。我们说去吃那家很火的火锅，那天没排到。因为我只知道，我们昨天我也哦加了袁一奇。好的呀。还剩三分钟的。是吗？他在没有吧？他那也挺好的。看看明天能排到那家火锅店吗？因为昨天本来想去吃的，然后就没有排到那个电台上。电台上。你
明天去吃电台巷。谁不喜欢刘亦菲呢？那不很正常吗？明天吃什么？对啊，明天去吃电台巷，想去吃。哪个菲菲啊？刘亦菲啊，不然是哪？我没有加微信啊，我干嘛加微信？没有啊，我们见到再说吧。我都跟你说，我不是个套子的人。哎，不对啊，我袁一琦的微信我本来就有啊，什么鬼？被你们给说混了。我早就加了，好吗？啊，我没有说欢迎你。他可能是想见菲菲。没有，因为就是这次跳高跟他认识的嘛，觉得还挺有缘分的，因为留到最后了，就是我们俩就挺有缘分的嘛。还有一分钟，哇！对，他们有一起拍过《戎装信仰》。你说袁一琦不记得我，你去问他记不记得我呗。对，我们 MVC 是一组的。明天四个四川人，哇，真的！明天我们有四个四川人，你知道吗？好的。哦，袁一琦居然是四川的呀！你才知道？我才知道。四川的呀，他就一直都是四川的。谢谢。我真的不知道袁一琦是四川的，哇！那明天可以用四川话疯狂交流了。然后张信前辈在旁边，嗯。他是一个广东人，没事，我陪着张信前辈一起广说广东话，让你们那里听不懂。听得懂，我们可以意会。好了，大家，我的直播就这样子关掉了，要拜拜。我嘛，我已经可以讲粤语吗？十一点半了。晚安，谢谢你们可以坚持看完我这个，我会粤语啊，画质很奇怪的直播，而且还有三十秒 CD。现在在直播里面乱说，嗯，好惨呐、啊，谢谢，拜拜。关不错。关不错声，不要不要不要。